我是雨萱，我在 San Michael S Johor Bahru 就读 ACCA 专业会计课程。Hi, I'm Trishao. I'm an ACCA student from San Michael S Johor Bahru.我决定在三位科学之后加入就读，是因为这里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教育设施，而且这里的讲师们都非常的好，他们都很友好又乐于助人。我在这里也遇到了很多的朋友，有趣的员工和讲师们，他们启发了我，并成为了我在这个学院里的经历和回忆里的一部分。在学院担任了 Student Ambassador 和 Student Counselor， 那么我十分幸运地能够认识到来自不同课程的同学们。我通过在不同的活动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，这让我解锁了各种新的技能和新的体验。我很感谢这一路上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讲师和同学们，在这里的这些经历和经验都造就了今天这个自信且有责任感的我。我希望能够在完成 ACCA 这个课程以后，能够在其中一间 Big Four 就职，能在 Audit 这个领域中运用我所学过的知识，获得新的技能，并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强项。我想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完成我的梦想，成为一名审计专家，并为我的家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。个人认为橙色是能最代表我的颜色，因为我觉得呢，人生就像橙子一样，有甜的，有酸的，也有酸的发苦的。所以啊，生活固然是艰难的，但仍然有着许多美好的事物在等待我们去发现。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保持精力充沛，为所有即将到来的惊喜做好准备。那么我愿大家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闪闪发光。Welcome to Summer College JD.